你知道他对这人有这种爱心，不要说对教会的信徒。教会请我去讲道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牧师把那条鱼给每个人分说，哎，我最喜欢吃鱼头鱼尾巴，你懂吗？当然不一样。经济不景气，我有个年轻的同工，他们教会三分之一的人失业，牧师做一件事情，他的同工开始说，我们教会有三分之一失业，我要与我的弟兄们同等，我要求减薪三分之一。教会说，我们再穷我们发起牧师的薪水。好，那是你们决定。教会有个团契，全部是失业的人，每礼拜在一起祷告，彼此帮投一些有工作的 information， 有什么急难彼此帮助。牧师把每个月薪水三分之一奉献给那个团契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师母告诉我说，这牧师啊，我从来没有过过那么富裕的三年，常常电铃一响，你出去看什么，没有一个人，地下有好几包你要买的菜，到开学时候要 back to school， 他有俩孩子，他收到过六个书包，里面装满了新的文具，他要分给别人，他从来没有钱到度假区去度假。有个弟兄姊妹家里有 timeshare 的，就特别把牧师师母带去，说这些他们终于用爱心在教会帮助的弟兄姊妹怎么样，从心里怎么样加倍的敬佩他们，爱他们。认识文竹时，我是个个性很强的人，我不像杨牧师刘牧师他们柔和谦卑，我不是那样的个人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舌头跟牙齿哪个硬？常常牙齿咬舌头，现在我牙掉了，舌头还在。一个越刚硬的人，他内心怎么样？常常有很软弱的一面。我能够做到43年牧师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偶然。我这一辈子没有被别人聘过当牧师，都自己开荒。我以前老穿旧西装，现在就是我女儿给我买最好的西装。她讲，爸爸，你这么大年纪常常到各教会讲道去，若你穿都是那个红色的撒维逊阿尔米买的，还有哪一个年轻人敢当牧师，当到你这个地步，我们做儿女的也不像，所以爸爸你不准买衣服，你一切西装领带衬衫我给买。以前不这样的。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在教会 office， 我发现有人挂一件西装衬衣上，上面挂个条子 "For Pastor Only"。我穿西装39号正合适，但是袖子长一点；38号袖子够合适，身体紧一点。那件衬衫西装上去正合适，袖子都一样。后来我发现改过。我穿回家，我女儿发现，爸爸哪来的？我有人送我的。我那时候是，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候市价450块美金，英国最好的毛料，我到现在我没找出来是谁送我的。但是我的心怎么样？非常的安。我两个孩子，大儿子很会念书，他要念很好的学校，给他念的，倾家荡产供他念书。过一年女儿上大学了，女儿非常漂亮，比我还高，非常活泼。儿子跟我说，爸爸，妹妹要送到一般大学就完蛋了，这么漂亮活泼，男孩子一追就根本毕不了业的，就一个办法，要把她送到一个教会的小学校去，有那种学校，一般14个孩子，管得很严格的，那学校很贵很贵，不得已还把她送去了，学费简直你不可想象。我们就祷告把他送去，要交钱呢就要给我一个通知，找我去谈话去，你才告诉我。我们这是个教会办的大学，有百年的历史，我们碰见一件没有碰过的事，你们教会的唱诗班合起来捐一个 scholarship 供你的女儿念大学，因为他7年
中心的在事办事情，不够的我们去学校里给他 work study， 给他派到 animation office 上班。弟兄，那个心里非常的安慰。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到大会上他们请我去台湾，我经过台经过路过台湾去讲道，讲好礼拜天给他们讲道，临走以前告诉我说礼拜天不行，改礼拜三。我不太高兴，礼拜三几个人参祷告会，主日崇拜几个人，我们这些宣教就靠礼拜天讲道，这是我们主要的收入一部分。但是他已经答应他的时间弄好了，已经去台湾了，他改礼拜三，那不得已我就答应他了。我心里很不高兴，搞什么东西啊？等我到台湾告诉我礼拜三不行，改礼拜二，说我不去了。所以我礼拜我说既然没办法就去吧。我去的时候我想不到比主日崇拜人还多。讲完道了，弟兄怎么走光了？他说牧师，我要关门。那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是当他当大学生时候我带领他信主的，散会走光了。他说牧师跟我说哎慢点走，我们要关门。我说好，我跟他们一起下楼边走光了，到下楼他带我到房子把灯一开，那天是我过生日，我过生日连师母都忘了。那个几十年前我带了一个孩子，他还记得。当然他们都准备东西我都不能吃，蛋糕只是我切一块送给别人，我有糖尿病不能吃，但那个安慰那个鼓励让我不会忘记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跟你们讲这段圣经，这是为了教会的祝福。我们一同再念这段圣经好吗？大家一同念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，我们一同念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，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受，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